我就希望我的哥哥就是能好好的加油，然后还有加油。抱一个，赶快抱一个，加油，赶快抱一个。哎呦！中国加油！圆满了，圆满了，圆满了！他一哭，我也想哭。你说我，你别哭。我会追赶你们的，用别的路。所以说你们也不要。现在来讲的话，我后面如果是三十五，优秀，戏跳得特别好，真的，表现力特别好。我跟笑跟笑了一下，特别好。你别哭几次，冷住，坤哥。坤哥不哭，我还有很多机会，还有很多机会。不行，我也哭了，我不能哭啊，我不能，我不能把纸给坤哥吧。我不能给坤哥擦过。坤哥要记得我们的约定。好，我等你，好吧？好，我等你。还有坤哥的签名，我要放在我的手机壳上，那必须有。坤哥不许哭，我不哭，我不哭，我不能哭，我不能。我也没问题的啊。要记住，我也是爱哭。我也是爱哭，我才是。你们两个真的是绝了！我那天看你们练习，真的是绝了。我真的佩服，真的。respect， 真的，很棒。这也是榜样，真的很棒。